确实没看到，我不知道为啥。有两个被送回来了。那么家里就是三个人，啊，一个关在牢里的，我们看到这里工程在和他们乱斗，啊，赶紧过去帮忙，工程好像被扔到水里去了，然后这时候好人应该觉得自己赢不了了。啊，就也跳河了。这把确实挺混，工程是会玩的。那封顶的话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只要好人进度跟得上，狼人是很难玩的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。